沃特菲拉德传说这座寺庙，有一次佛陀坐在倾斜的步道，女神德维、天使和卢阿直到整夜的欢乐。当太阳升起时，他会向东移动。他在一条漂亮的小溪上看到了石头庭院，坐下来往东看，心想这个地方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，这将是国王的住所和将继续存在的人民。这座城市以其辉煌而闻名，在寺庙内有一座缅甸宝塔，寺庙是泰国艺术，这些井是为了吃饭和洗澡而建造的。